的头音，巴西华人网上银行诞生。听不懂胡语，华人还在为看不懂银行账单发愁，为银行乱收费头痛，为付款跑银行排队。如今一家中文网上银行开业了，一只手机就可搞定全部银行业务。这家网上银行名叫微班客。微班客网上银行可以用手机 APP 操作，它有与所有银行同样强大的功能，可以存款、转账、查账、汇款，还有专属的刷卡机，使你做生意的款项直接存到你的账户，不必交付手续费。微班客网上银行的其他手续费也是银行业最低的，跨行转账只是巴西银行的一半。微班客网上银行的信用卡和现金卡不收年费，国际旅行消费无需出国前申请开通，可以随时出国随时使用。微班客网上银行以热心周到的服务照摊管理你的账户，让您对自己每一分钱的来龙去脉清清爽爽，一目了然，毫无疑虑。微班客网上银行的功能还有很多，诸如可为华人打造医疗保险服务平台等等。你想成为微班客网上银行的客户，非常简单，用手机下载一个程序就可以自行完成注册。微班客网上银行由华人创办，获得国家批文的银行经营资质，诚信至上，安全可靠，总部设在圣保罗保利斯达金融大道旁，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加入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别忘记订阅我，谢谢您。